biu， 金山猪 biu。生活总有办法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是那些伤口最终会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地方。专业靠谱是最低成本的社交方式。我也喜欢你梁木泽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很多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很肯定，今晚的月色真美。人这一辈子赚多少钱，住什么样的房子，开什么样的车，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只有一件事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是做给自己看的。接下去的治疗，你可能会承受更多的痛苦。你也想再试一次的话，给我一点指示好吗？绝不给我抢救你的机会。别再失言了，梁木泽。每次把病人推上手术台的时候，最想他平安无事下来的就是我们医生。I'm a doctor. I'm going to treat him. Please, no more killing. 你是职业的军人，我也是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。除非得到我上级明确的指令，否则我的专业不允许我见死不救。病人不是战利品，不要用抢这个字。年轻，他才18岁，他的人生刚刚开始。救命！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我去查资料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不可能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小猪，这里是病人的修罗场，也是医生的。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，全是以战斗为目标的存在着，为了生命、尊严、责任和无可替代的职业成就感。我们一次次的置身于困境之中，与死神做着惨烈的博弈。如果说一开始的选择是出于年轻的激情，那么长久以来的坚持，只可能是源于职业的信仰。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生死之地，病人可以脆弱，医生却必须坚强。经我今日一夜，历史献身人道服务，我感激尊敬恩师，如同对待父母。我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，病患的健康生命。我来这世间一趟，除了是某个男人的妻子、某个孩子的母亲之外，首先我应该要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做救死扶伤的下医生。